仔，好耐冇见啦，大家。琴晚啊，即系7月20日，韩团 New Jeans 发放咗佢哋今次嘅 comeback 主打歌《Cool With You》MV。冇错，今条片系充满私心嘅。令外界最关注嘅消息咧，就系我哋嘅朝伟喺 MV 入边出现啦。虽然只系短短嘅几秒，但系都够令到部分香港人讨论起上嚟啦。正当有人谂紧啊，到底朝伟佢系收几多钱去出呢几秒咧嘅时候，据呢个韩媒报道啦 ，New Jeans 所属嘅经理人公司 Adore 嘅 CEO 执行官文希珍，佢系亲自去拜托熟人。去聯絡朝偉去做呢件事啊！梁朝偉睇完劇本之後咧，佢唔介意入面嘅戲份有幾多，亦都唔收片酬。喺拍之前就已經仔細咁了解咗劇本啦，更加就提出啊，不如我用白頭髮去做呢個造型啦。然後透過阿多嗰邊咧就發表少少感受啊，早前咧就同韓國粉絲們結下咗一個好好嘅緣分啦，今次咧就當係送俾啊韓國粉絲嘅少少禮物啦。型呢条片咧，主要就系同大家解读一下呢个 MV 啊，而唔系讲歌啊。虽然我自己感觉咧，就系 New Jeans 今次嘅 EP 咧，就系瞄准呢个世界市场就多于打呢个亚洲市场。但系作为一个 Bunnies 嘅我啊，就算佢哋唱粤曲，我都系觉得咁好听嘅。所以音乐我今次真系冇咩好发表。至今释出嘅歌咧，我全部都系俾满分噶。咁至于点解我会咁疯狂咁中意 New Jeans， 我迟啲会拍条片同大家好好咁解释一下。一切都嚟得太突然啦！依家我哋就一齐嚟听下呢个令到梁朝伟一蚊都唔收去拍嘅剧本《丘比特与赛基》（Cupid and）。从前咧就有一个国王，佢有三个女，最细嗰个女叫赛基，佢超正，系靓到凡间嘅人都唔再去拜呢个爱美神维纳斯啦。一系就话佢系维纳斯同凡人嘅私生女，有啲人就话佢系维纳斯嘅化身，啲人直情唔记得咗维纳斯嘅，净系记得赛基啫，搞到维纳斯好火滚啊，非常妒忌。于是咧就派佢个仔啊，即系丘比特啊，就走去攞支箭谂住肥一肥啊赛基啦，就令到佢爱上呢个世界上面最丑恶、最核突嘅怪物。你即系如果有啲人咧成日話呢個靚女啲隔離都拖住個唔靚嘅男仔啊，咁可以諗下嗰個靚女係咪靚得滯嘅真係。有一晚啊，丘比特咧就喺賽基間房嘅窗口度飛咗入去，咁嗰陣時咧賽基就瞓緊嘅，丘比特望一望就已經心諗哇。條女靚到嗱，注意啊！丘比特平時喺天堂咧就已經成日都見仙女啊，月女無數嗰只啊，但係仍然覺得賽基係好正。咁喺佢好猶豫啊，落唔到手之際咧，賽基仲要突然之間 wake up， 就同阿丘比特嚟咗個對望嗱。咁啊，賽基咧就係凡人睇唔到神仙啦。咁但係丘比特俾呢一下個對望嚇一嚇啊，慌啊！哎呀！支箭唔小心划伤咗自己，虽知道丘比特嗰碌箭咧，划亲边个，无论神又好，人又好啊，只要系生物嘅话咧，就一定会爱上对方啦。咁所以依家丘比特就，哎呀！我中意咗呢條女啦，咁丘比特搞唔掂件事，就梗係即刻翻去同維納斯講啦。維納斯係即刻嬲到折屎啊，就即刻對賽基落咗個詛咒，就係令到賽基一世都揾唔到一個合適嘅伴侶啊。嗱，維納斯嬲完之後咧，依家丘比特又嬲啦，佢心諗喂，咁我都冇著落喎，阿老母你要玩啊嘛，好，咁我依家開始就罷工，唔射啦我啲箭。就係咁之後嘅一段歲月入邊咧，地球就冇人再相愛，冇人相愛就冇人搞嘢，冇人搞嘢就冇人生仔，冇人生仔就全球人口老。有過世就冇出世啊，咁就冇人拜神啦，慢慢咁希臘嗰啲神咧，大家要明白嘅就係個神有幾勁，係睇下有幾多人拜噶嘛。所以如果個神冇人拜嘅話，個神就要收皮噶。所以丘比特依家其實就係同緊佢全家講，好唔俾我拍拖嘛。冚家產咁樣落去會唔掂噶嘛？維納斯佢唔想孭鑊咧，就唯有解除個詛咒啦。咁啊條件就係叫丘比特快啲開工。咁丘比特咧就好開心咁用佢最快嘅速度向住啲人射到佢哋生曬仔。一段時間之後，天堂又回復翻正常啦。故事就講到呢度先啦，只不過係講咗一半啫，但係就已經講突咗啦。因為 Cool With You 呢個 MV 咧就唔包之後嗰啲部分啊，而喺 B side 嘅尾段啊，少少 get up 嘅部分咧就可能係。呢個故事嘅續集啦，睇落呢個 MV 咧就冇跟足曬成個原本神話故事去拍嘅，咁純粹係一個藍圖嚟嘅啫，都係好似之前 Ditto 咁樣分咗 A、B、C， 睇落都係一個順序嘅故事嚟嘅。MV 入邊由魚遊戲女星鄭浩然就擔任咗 MV 嘅女主角啊，亦即係我哋今次嘅愛神丘比特啊。你睇佢一入呢對呢對男女啤一啤，佢哋就即刻扭作一團。落雨前兩秒拎起把遮，你都即刻知道佢唔係普通凡人啊。同時都睇得出佢翻工翻得有啲悶嘅，正常嘅。如果你係愛神，你就會發
覺原來凡人的相愛只是因為你啤一啤或者啡了他兩箭，根本就不是真愛啊。看看又一單，所以也有可能會認為自己的能力其實就不是令人相愛，只是令到人那一刻有衝動。這裡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去到藝術館的時候就看回這一幅丘比特與賽基的畫，有人就是說這樣是為了觀眾去知道丘比特與賽基和這個 MV 的關聯，也有人說女主角就不是 exactly 是丘比特，就只不過是跟丘比特差不多性質的愛神。看看男主角是看不到他的，打後這個位置他一直看著男主角，有可能是因為好奇，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敢啡隻眼去第二度，因為怕男主角這樣就喜歡了其他人，所以就 keep 住啤到實一實了。但是他這個舉動也都已經被可能是來了人間實習的小仙女 Dania、 Minji 和 Honey 見到。 Honey 真的好靚啊。去到睡房這一幕，鏡入面是完全見不到女主角，而他望出窗口的時候見到五個小仙女也都一點都不出奇，這裡就表示到他更加是一個愛神，不知道是不是丘比特。而這個眼神很明顯就是都明白到啊，這班小仙女一定會督我背脊了。去到 A side 的最後，他也都是全裸一件衣服都不穿站在那裡淋雨，應該就表示了他放棄了神的身份、能力或者責任，也都有可能是發現了怎樣去令到賽基見到他的方法。他心想你班小仙女換套衣服連打工都得，咁我都得啦。嚟到 B side 嘅開頭，放棄咗神明能力嘅女主角，佢同男主角一齊甜蜜咁樣過咗一段好時光啊！神話故事入邊搞曬嘢噶啦，其實就呢度可能係對應神話故事入邊中後期啊，丘比特同埋阿波羅夾計，就令到佢同埋賽基可以拍多拍一段小時間。但係既然呢個 MV 冇對應阿波羅嘅呢個角色咧，咁就唔講太多啦。故事突然間去到呢個位啊，平常嘅約會地，大家喺對面馬路度見到大家啦，女主角突然之間面色一變。就是這個時候我們朝偉出現了，梁朝偉對應的角色當然就是維納斯啦。那若然丘比特是女人，維納斯在這裡變男人又 make sense 是不是？血統上大家都是亞洲人，所以有血緣關係又講得去，還有找梁朝偉來做愛美神，除了說是要找個大咖士之外，梁朝偉都當之無愧了吧。梁朝偉啤一啤男主角，男主角即刻見不到並且亦都忘記了女主角，還即刻對隔離條女起了肉，這裡就應該對應回維納斯的助咒了。 MV 的故事在這裡就完了，埋尾少少的彩蛋部分也都有少少 get up 的內容。女主角一轉角的時候見到這五個小仙女擺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眼神，然後就轉身走了。我 feel 到她應該是心想你班友督我背脊，看看我之後怎樣。全片完，我初初還以為這個故事純粹是很簡單的，那些什麼女主角啊，之前是男主角的女朋友啊，他瓜了啊，然後那五個小仙女啊是準備來接走女主角啊之類的那些，哇太膚淺了，對不起。去到這裡完就會令到人覺得接下來的 get up 會不會就是這個故事的續集呢？在原本的神話故事裡面，大概還會有一次賽基對丘比特的背叛，去到最後呢宙斯是會出面幫丘比特和賽基擺酒，令到他們結婚的，令到賽基都變為神仙。而維納斯又岌頭的，為什麼？就是因為如果賽基他留在天國的話，那凡人就會繼續崇拜維納斯，那是一個 happy ending 來的，大哥啊，你一開始都可以這樣做了，是吧？到底接下來的 get up 會不會真的接住 cool with you 的內容呢？如果會的話，梁朝偉會不會在 get up 裡面出現得更多呢？因為雖然說梁朝偉他是看了個劇本，但其實沒有說明只是看了 cool with you 還是有看了 get up， 到底之後故事是不是會繼續呢？五位小仙女裡面，西裝有希言，藝術館解說員 Dania， 繼續是清純學生 look 的 Minji， 侍應生 Honey， 而暫時 Helen 他的凡人造型是未曝光的，到底會不會在接下來 Get Up 裡面都見到呢？還有在接下來的 Making Jeans 裡面會不會見到梁朝偉出來說兩句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故事講到呢度啊，咁我知道有好多 bunnies 咧，咁其實都討論緊啦，可能有某啲人嘅出鏡機會係比較少啊，例如有啲人就投訴 Honey 出現得太少啦，咁其實 Helen 佢暫時真係出現得更少喎，咁我就覺得啊 ，get up 都未出啊，咁大家唔使咁快討論住啦，咁人哋可能係成個大故事嚟噶嘛，同埋啊話曬都係真係一個作品啊，咁今次呢個作品決定啊偶像亮相嘅時機比較少，但係就將成個故事帶出嚟比較多咁都。
都需要尊重呢一個決定啦。始終如果以故事行先，音樂行先，多過 sell 人行先，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態度。戴埋頭盔先，就咁喺神話故事入邊，丘比特與賽基其實揾下都揾到幾個唔同嘅版本，入邊有啲時間係調轉啦。雖然內容係相若啊，但係都好難話揾到邊個係真正嘅版本。咁以上嘅解讀咧，全部都係我個人嘅揣測，又係啲網上面揾翻嚟嘅資料啊。今次資料搜集都多謝有好多朋友，佢係知道我係中意 New Jeans 咁，所以就提供咗好多好多嘅資料俾我參詳。希望今次伊之姑仔，希望今次伊之姑仔呢個故事你哋會中意，亦都係因為 New Jeans 令到我自己覺得，因為唔係好敢拋書包而暫時停咗做嘅伊之姑仔咧，又再做翻一次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就記得訂閱我 channel 啦 ，like 同埋 share 留言啊，話俾我聽你點樣睇呢一個故事，又或者我有啲咩講漏咗。我嚟緊真係會拍一條片去講點解我會咁中意 New Jeans 嘅。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 ，bye。有冇人想学剪片？同啊，卖心得。啱就想开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业嘅你，见过出面好多学校又或者正规课程，其实都冇专门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噶。咁所以我今次就决定唔系教吉他，就将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经验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速成班。放心，会由零开始教起啊，手把手教学啊，四堂入面一定学识，除非你太蠢嘅啫。但系睇开我。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伊之大個仔㗎啦。報讀呢個班咧，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另外，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係好想請剪片嘅。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多謝，拜拜。